活泼宣导广受好评，来看到是苗栗县警察局首创交通安全扑克牌，每一张的牌面上呢印有不同的交通安全的观念，那么透过了轻松有趣的方式哦，让民众在游戏中来学习色彩鲜明、图文并茂的设计风格，寓教于乐，成为了交通队最佳的宣导利器。远离大车内轮差，头戴安全帽，安全一把罩，不照不上路，戴头安全帽。哎，怎么公然在打牌呢？别紧张，交通队正在研究如何熟记每张牌面上的交通安全法则。这可是苗栗县警察局首创的交通安全扑克牌。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承办人这个突发奇想啊。那我也是觉得说我们承办人哦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当初这个封面设计的概念的话，最主要是结合我们这个交通安全宣导月里面的宣导主题，就是路口停让，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苗栗县警察局这个传统建筑的特色。这款扑克牌适合各年龄层，而每一张的牌面上也都印有不同的交通安全观念，成为宣导利器，特别受到年轻人与学生喜爱。这个扑克牌里面，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然后那个我那女儿她就说：“哎，这里面除了这个鬼牌里面是猫狸喵之外的话，那还有我们这个可爱的熊。”林副队长口中的那只熊就是他，交通安全熊平安，与苗栗县吉祥物猫狸喵透过创意扑克牌一同快乐平安行。